小姐，那你不像本地人。我是本地的，只是平时很少出门罢了。哎，干嘛去啊？我肚子不舒服，我去一趟茅房。你就这么不想看见我吗？我去地牢有一张最美的人皮。那是因为什么不满意啊？大龙派我们给首阳将军侍寝，连续数日将军一个都没看上。我都是